站在中国土地反指台湾违反人权，中国政协委员林友诗在中国担任党政军职，将被内政部开罚50万元。他接受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专访，批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违宪。我相信您是基于两岸是交战状态这样子来定立的。林友诗认为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只能规定政府高层或交战人员，不应该适用于一般人民。继续用招牌高八度升线对台湾进行道德劝说。人民愿意选择到大陆来服务，愿意选择大陆这个政府作为他们所信任的政府，这个是人民的自由选择。从道德上来说，您也不应该规限人民这种自由意志。对中国政府捧好捧满，又不想放弃台湾国籍，林友诗的神逻辑遭网友批评，竟然不承认台湾政府，何必苦守台湾护照？而他这句话也被网友酸到爆。以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台湾女孩，57岁却自称女孩，惨遭网友调侃。林友诗坚持解释，她17岁就离开台湾，所以当然是女孩。网友也立即反酸：台湾女孩，中国大妈。我要说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您这个条例就是违宪。坚持一个中国又承认台湾宪法，看来林友诗要成为中国促统的先锋之前，可能得先把自己的逻辑搞清楚。三立新闻许绍珍报道。